你以后敢跑这头？啊，要不嘛？那儿蛋很多不跑嘞？有的，嗯。哎，我这几路。假使要鼓捣，要吞点饭去。嗯，别咬好多吧？嗯、你咬多肯定吃不到不，王子。吃不到。吃不到了。当年吃过了，当年。老板，你这叫起嘴巴痛吗？不要了，你下班没有？这边还是起的，嘎，这边得扯到铜板了。我那假些把那点切差不多，嘎吧？把那点切就，哎，其实，哎呀，往开整点青叶菜。嗯？不是，本来要吃青叶菜的。我整理打一份儿快。哦，好点喽。要得多时间，要得。老老表都得，好点喽。刚来他说的，他说的打一声电，说的手续好点没有？他说的，昨天晚上回来也没是啥子不对，他说的都没看到你们回来。嗯。老妈你我要回来。哎、嗯。哦。外婆，外婆，外婆，你要多吃点饭哦。啊，就是。啊，媳妇，吃夜饭喽。你们吃了没有？哦，啊，多吃点了吗？多吃点饭，我老妈说的喊多吃点饭。外婆，你要多吃点哦。跟他的好闹的了。那个，你今天来了不？啊。外婆，刚弄的包。嗯，多吃点外婆。嗯。要得，好了嘛。好。要得，要得。哎，赶紧，等吃饭，那没得吃饭的就就装嘛。好了嘛。吃完青菜要喊，要喊吃完，晓得不嘛？嗯。这玩儿两顿不嘛？你上来。得是了。顿就好噻。你不吃你可就没营养的，搞得懂不？完全搞得懂。嗯，吃得到东西就得多，少吃点都不管事。